MCM Rustec， 每颗防锈油产品资料和延误测试。MCM Rustec 系列防锈油经过严格的配方设计和验证，被广泛应用于汽车行业、轴承行业和机电行业。它具有良好的防锈性能，可以有效保护金属制品免受氧化和腐蚀的侵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 MCM 防锈油验证过程。延误测试是一种通过模拟延误环境来评估产品耐盐零腐蚀性能的测试方法。我们进行了一项延误测试，使用了多种 MCM Rustec 系列防锈油进行测试。首先，我们将铸铁浸泡在不同的防锈油中，浸泡时间为15分钟。然后，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将浸泡过的铸铁进行风干，使防锈油自然风干在铸铁表面。完成风干后，我们将铸铁放入延误测试机中进行测试。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我们可以评估铸铁的耐盐零腐蚀性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测试结果。每颗 MCM Rustec 防锈油短期制程中防锈有以下两支产品：一 CP300， 它的防锈效期为室内存放3个月，供件适用于厂区内存放；二 CP400， 它的防锈效期为室内存放6个月，供件适用于厂区内存放。每颗 MCM Rustec 2P466 水性防锈剂为短期制程中防锈，它的防锈效期为室内存放3个月，供件适用于厂区内存放。每颗 MCM Rustec 防锈油长期制程中防锈及成品防锈有以下三支产品：一 2PL， 它的防锈效期为室内存放9个月，室外存放3个月，铸铁延误测试于20小时，供件适用于厂区内外存放及国内运输。2PM， 它的防锈效期为室内存放18个月，室外存放6个月，铸铁延误测试约36小时，供件适用于厂区内外存放及国内外运输。3.77 它的防锈效期为室内存放3年，室外存放9个月，铸铁延误测试于72小时，供件适用于厂区内外存放及国内外运输。Your success, we make it happen. 选择每颗，成就每克。